滤清器性能实验实验标准系参照国际标准 ISO 5011:2014内燃机盒空气压缩机空气滤清器性能试验，使用 CISO 12103-1 1997因灰尘所制定的 QCT 32-2017进行试验公试验等，原始进气阻力初始过滤效率融汇量全寿命过滤效率。